好，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再度收看赵哥开讲哈。那各位投资人，你这一段期间如果收看我的节目，你都知道，我延续先前的看法，一直在跟各位投资人强调啊，各位投资人，你在这个地方不要过度的一个悲观。我们跟你讲说啊，你绝对要出。 这一个红跌，我跟你讲，这个二二零九四。那我昨天也在跟各位投资人讲一下美国的科技股啊。那我预预估预测它的中期底在哪里？各位投资人你自己注意一下，这个地方一七零五七到一六七三五，更高一点，在一七一五七。我跟你讲，有些在。 一七一五七到一七零五七就落地了。那有些怎么样？落在这个期间，那这个地方我跟你讲说会出现一个反弹，好，那这个地方反弹是怎么样？各位投资人，你不要因为昨天美国的大涨就认为它怎么样，在这个地方开始要怎么样？哦，开始大幅的拉升。它今天美国股市再冲一天。 冲上去之后，这个地方还是会拉回来。那这个地方还是打怎么样？中期底的第一只脚。好，那拉拉回来打中期底的第一脚，正是在弹升上去之后，然后再下来，那最快会跌到这个地方。那有可能就在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但是我跟你讲说，如果跌到这个地方，各位投资人注意一下，台湾高本一笔股票，我跟你讲一定会杀下来。 那我跟你讲说，高本一比股票，我昨天跟你讲啊，有些今天会反弹，那有些今天还是弱势。各位投资人注意注意一下，高本一比今天反弹，我跟你讲，你不要去碰。比如说，我跟你讲，六一六一二五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反弹，你这个地方，各位投资人，你这个地方不要去碰。空手的人，你不要去买这种股票。 那这一种股票是怎么样？弹升上来怎么样？让套牢的人，你看一下这个地方套多少人？各位，看你看一下这个地方一片亮哎，所以各位哦，这是让的，那你空手的人怎么样？你要注意。我跟你讲，譬如说二三零一，譬如说二三零八，对不对？ 譬如说三六六五，譬如说我一直跟你强调的啊六二七四，哦、4, 台药，再来八二一零，二三八二，二三六八，哎，我跟你讲说，今天会开高，一定会开高的，三零四四。 昨天跟你讲，这一档股票就一定会开高。好、哦，你不要去买那些怎么样没有基本面、股票高估的股票，那一些让人家去解套。那你空手了，你资金要怎么样 parking 到这一个业绩好、低本一比的股票？所以，我跟你讲说，美国股市会在这个地方会弹升。那我们台湾的股价，各位投资人你注意一下。 我一直跟你讲，我们从这个地方跌到这个当，已经跌了两千六百天。昨天我再跟你讲，美国高科技股本利比非常高估，少则至少有着二十五倍到三十五倍的本本利比，多则六十倍到八十倍的本利比。但是我跟你讲说，我们 AI 数务器本利比有些低到二十倍以下，所以各位。 你这个地方就不要自己吓自己啦！我跟你讲，二三六八，从这个地方跟你讲，五早在这个地方落地啦！哇，六二七四，早在這个这样落地啦！八二一零，三六六五，二三二七。 对不对？还有我跟你讲说，车电一五三六，你看一下，今天 TVC 怎么样？大涨，哎，这个 TVC 这方涨上来，几乎没有让各位投资者你套牢了。这个地方还还连怎么样？把钱指还连进去，两块钱几乎通通都没有套牢的人。那为什么这一张股票会上涨？我跟你讲，因为它业绩比怎么样？ 一五一十来的好，所以我跟你讲，重点股现在人家都不要玩了。那我跟你讲我不止不会去买它，连当冲的人也不要了。我当初为什么要冲它？我可以冲这个啊，我可以冲这个啊，我可以冲这个啊。 那因为这些股票，万一我冲错、冲错了、套了，没关系，因为波段还是看好。各位，所以我跟你讲的观念，各位，你一定要注意这一个、这一种、这一种、这一种现象。好，那美国在这个地方，我跟你讲说，哎、欸，这个地方会弹升上去哦。所以你看一下美国股市，我们看一下，哦，昨天怎么样？ 美国股市大反弹呐、啊！你看一下，Next day 这个地方弹升上去，还会再打回来。那打回来这个地方还是怎么样？足中期底的第一只脚。那中期足久一点，这个地方会正式弹到怎么样？可能在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之后，它再下来可能到这个地方。那最坏怎么样？会跌到这里。 那如果会跌到这个地方，就是告诉你，我跟你讲，各位，你害事你哦，你不要觉得今天这个反弹很好哦，你不要觉得今天这个股票打涨停板很好哦，各位，好、哦，然后这个怎么样？这个没有人敢玩了啦，一五一九、一五一三、一五一四。 因为这些股票太高估了，人家当冲也不冲了，宁愿来冲什么呀？茂联啊，冲光宝啊，冲台台达电啊，冲金相电啊，冲广达，冲奇宏啊，宁愿冲这个，不愿冲这个股票了各位你注意，所以这一个股票，各位同学高本利比一定会怎么样？再往下，往下。 修正好，但是我跟你讲说，台湾的低估的股票本利比怎么样？非常低，所以我跟你讲说，这个地方弹升上去，好、哦，各位投资投资人那我昨天跟你讲说，我们富生的是卖这个地方是昨天回补的一部分，那各位可能明天礼拜五或者下礼拜一二，我另外再一半怎么样？今天有回档，好，非常好，我为为什么跟你讲说非常好？ 零零六三七 L，各位看一下，零零六三七 L，今天再打下来，再打下，打深一点。哎，KD 指标六号对吧？我希望再拉回来啊！我卖在这里呀、啊，我昨天回补了一半啊，那另外一半。 因为我预估它一定还会再踢回来，所以我先昨天怎么样回补一半，那另外一半可能明天应该是在下礼拜一二了，下礼拜一二回补最适合，所以沪深两市各位投资人，你不用担心啊，你不用哦，这个股票你,你你你这个地方不用不用担心。好，那再来看一下台股，我跟你讲，早就跟你讲了。 业绩悲观，底部在这里。但是我跟你讲，为一谎话，你有可能最坏怎么样？杀到二一七九二到二一六，结果这一波杀到怎么样？二一八三三，你看一下，好，杀到这个地方，二一八三三。从这一天之后，我跟你讲。 只要跌破二二零九四，你都可以选择好股票、低估的股票布局。跌到这里，我刚才跌到这，就像怎么样？金像店，對不對,啊、像 4, 对不对？你在这个地方布局啊？就像这个怎么样？六二七四，对不对？你在这个地方布局啊？哎，六二六二七四，对不起，讲错了。 不好，台达电，对不对？国际立荣，好。那今天这一档股票公告出来，EPS 会非常好，三点三点五五，半年报三点五五，各位。 三点五五股价在八十五块，一五一四，人家半年报哦，就赚三点五五哦。这一档股票前年 EPS 可能三块三块半到三块八，转你。那一三七，那人家半年报赚三点五五，股价八十几块。 你觉得应该买还是卖？那 K D 指标到达怎么样？低档的，所以各位投资人，你注意一下，红低你仍然还是要寻找低本一笔股票，红低做布局。所以我一直跟你讲，哦，早就跟各位投资人讲过了，在这个地方最坏会跌到这个地方，懂不懂意思啊？那最坏会跌到地方，就告诉你怎么样。 投机股高本一比股票你要避开，所以这个地方都跟你讲低本一比，所以高本一比一定要补跌，所以你在这二二零九四到二一二一六一赶快太多好标有没有蛇股标的在这一些，而且跟你讲啊，业绩股涵盖各族群的低本一比哦，各个族群都有。我跟你举例，你看一下一五。 三六，36, 不不、啊，三零一九，然后再来看一下二零六二。20, 62, 好，我再跟你讲说，有有我我我打攻击机啊，东刚啊，航运股啊，二六一八这个都底部出来了，还有这一个怎么样？二六零三。 会会会终极反弹，二六二六一五。那各位，如果你货贵人不敢，我给你建议，这个很安全，不要去追高。华航二六一八很安全，华航，然后怎么样？二六零五这个。 二六四一，这个都跟你讲过了，都跟跟你讲过，所以业绩股涵盖遍布在怎么样各个族群哦，各个哦各个族群哦，各位投资人你,你注意一下哦，遍布在怎么样各个族群。好，那我跟你讲说怎么布局好不这种打的供给啊，低本利比技术面测均线、半年线、年线，但是要。 K D 配合到低档，那这一种股票是强势的强势股票。各位投资人，你注意一下，譬如说我最近有跟你讲说，有一档股票八四六四啊，哎哎八四六四，欸、4, 对，没错，八八四六四是这一档股票，对，有没有跟你讲说这个很强，但是 K D 在高档，你要让它修正到怎么样低档，但是已经测怎么样季限。 是啥？有吧？这边对你边 KD，有吧？二四七二侧季线这边能变 KD 到低档，对不对？哇，那这个股票超强。那我跟你讲啊，这一档股票会大涨，这一档股票会复制怎么样？ 可能是茂联，不然至少怎么样？是台打电的模式。等一下，我再告诉你。A.I. 数务器，我跟你讲，我看好几档股票。第一档股票三六六五，65, 第二档股票二三二七，27, 第三档股票二三零一，1, 第四档股票二三零八。8, 但是二三零八属于阶梯震荡走高。 还有这一个三零四四还有这一个怎么样六二五七？7, 那其他的怎么样？旗宏啦、光金象电、啊，还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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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看好的，包括这两档股票哦，六二七四这个大看好，还有这一个八二一零大看好。 大看好的股票，那还有金积这一种股票，那广达、音乐达、神达，还有奇宏、励志、金象电这一些怎么样？都都看好。好，各位投资者，你你你注意这一个啊，这一个现象。好，那再来怎么样？各位投资者，你你注意一下，早就跟你讲过了。好，我们再跟你讲说，再跟你分析一下。那今天为什么台光电开高走低？各位我。 你听我讲，好、啊，那因为怎么样？各位哦，你不要觉得这个反弹上去啊有套牢人，你弹到某一个人说一个一定赶快跑，你要赶快跑。那这个地方弹上去也一定要跑。那这个这一个自胜红硕也高估，这个怎么样？如果持有的人，你红高，你不要杀低，因为它还是有一定的基本面，不要杀低。那有高你才出，没有高。 你先忍耐一下，好、哦，行，林来姐一点也都答上。好，那这一档股票为什么今天开高走低？那这一档股票，我跟你讲说，什么旺系跟双红是属于一个震荡，震荡，因为它本利比二十九点九，本利比二十九。好，这列档档股票，各位看一下啊、哦，本利比修正到十六点二，这个本利比上，那为什么台药跟今台台光电走势不一样？各位注意一下。 因为台药侧连线跟 K D 指标到底了。我昨天跟你讲过了，台药的周线图，看一下 K D 指标哇，交叉，好再来基本面，你看一下它毛利率跳升哦。好,好，你看一下营业率，嚯，很可怕，从五点5六五跳到八点六五亿。好，台光电差在哪里？ 因为它毛利率这个是下降，但是你看一下它的本业利益，哎、欸，它本业利益是跳上来的，所以大家对台光电怎么样要求过分的？我们希望它怎么样？它能不能像怎么样？还要哦，这个毛利跳上来，毛利率，结果台光电怎么样？毛利率是下降。 那这个真的有受到怎么样？那个那个辉打 GB 两百的影响。好，但是你注意一下啊，它反内获利重要。但是我跟你讲，我给你看一档股票，台光电毛利是这样啊，你看一下这一档股票多恐怖，到第二季还在下降。 下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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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降。这个比怎么样？比台光电的毛利还更？台光电维持的不错，对不对？高点三十点二啊，只不过是降到二十七点四啊。各位，这个多恐怖！而且怎么样？台光电的获利是这样。 好，你看一下星星，多恐怖！第二季还在创新高哦，还在创新低哦。但是你看一下，星星跌到这个地方也开始反弹了，所以我跟你讲，台光电明天在先下后上就应该止跌，但是六二七四。 各位听进去，为什么？各位，因为它出现一个怎么样？最好的现象，毛利盈本业率是这样，但是台光电营业率也是这样啊。它出现怎么样？毛利率出现怎么样？周 k d 交叉，各位。 跟你讲，投资人就应该懂怎么样，懂意思了。好，这给你看不同的现象，我们解释给你听。再来，你看一下，各位投资人注意一下啊、哦！哦，这一档股票，我跟你讲，一定还会大涨。但是我告诉你，我不是告诉你说天天涨。 我跟我跟你讲，我我觉得这一档股票应该应该要超越华晨，我一直跟你讲，茂联应该要超越华晨，国际更应该超越华晨，当时创作来的一千零三十块，见顶也是非常好，茂联也是非常好。今天我给你看一个国际你看它多好，有人说。 是这样啊、哦，好，你看一下，这个不得了，它的毛利都维持在三十三趴以上，跳到怎么样？三十五点一，为什么它业绩这么好嘞？下列几档有接到 AI 数据，新接到 AI 数，我跟你讲，低档茂联，所以茂联还会飙。我一直很坚持，茂联的股价应该要超越华晨，所以茂联各位。 我有调节四分之一在四百块，那跌到四百块，有跌到三百七十块，三百我没有补。那还我还有四分之三，四分之三我不卖的。第一档股票，第二档股票怎么样？国际国际为什么会这么好？的，因为它先接到 AI 伺服器，所以毛利。然后你看一下，跳上来，而且第三季。 老板又跟你讲怎么样？毛利率、盈利继续往上跳，营收继续往上跳。那媒体都报道说怎么样啊？第二期可能只赚一个股本，结果人家赚上几个股本，赚一个股本啊？他说怎么啊？第二第三第二期怎么媒体都报什么啊？就是影响你们啦，懂不懂？让你们不要去买啦。懂不懂的？他们都一直在讲说不对。 那这一档股票，EPS 跳到，我跟你讲啊、哦，今年的 EPS，我跟你讲，我砸一口，我砸一口。好，那今天跟各位投资人，各位投资人你你注意一下，今天跌哦，各位，明天就应该涨了，因为今天涨四百多点，它没有，它没有涨啊，明天它一定很强。 那如果先下后上，先下各位，你要留意的。那这一档股票怎么样？各位哦，第一档先接到 AI 数据，器，茂联；第二档国际先接到的，再来第三档二三零八。但是这一档股票怎么样？属于一个震荡走高，为什么呢？因为今年 EPS 怎么样？十三块。 那十块十三块涨到怎么样？四百五十二，各位，你想想看，五十一块，五十一块是不是达电的 E P S 四倍？四倍。那以达电的标准，达电涨到四百二，那各位，国际很可怕，应该要涨到一千七呢。那国际的股本更小啊，你懂不懂意思？好，第四档股票。 这一档股票出来了，为什么？我今天跟你暗示一个。今天我一个会员打电话来跟我讲，老师，哦，我看光宝哥会飙。我说为什么？他告诉我，各位你自己看，我我不耽误时间了。日 K D 低档交叉往上，周 K D 低档交叉往上，a K D。 低档交叉往上，各位哦，三 K D 同时低档交叉往上，而且它接到怎么样？AI 服五 g 这一档股票一定会飙，一定会，它会走怎么样？至少要走台达电的模式，甚至有可能走什么呀？走茂联的模式，所以我最看好怎么样？在茂联、光宝科。 国际还有八二一零六二七四，还有六二五七，各位听进去。因为跟你讲，细格的业绩比怎么样？比金圆店好。金圆店在一三，细格在多少？ 七十几块，我一直跟你讲说，联电的业绩比怎么样？比世界先进来得好，或者跟世界先进差不多。结果世界先进跟你讲一百一十几块，各位半年报都公告了、啊，半年报公告了。我跟你讲，世界先进第一季 EPS 零点七八，联电是怎么样？零点八四。第二季世界先进的 EPS 是怎么样？ 一点零九，联电是怎么样？一点一一，半年报 EPS 联电是一点九五，世界先进是什么一点八七，87, 同样是成熟智商。哦，查案追，这个股票七八十八块，这一档股票在五十三块。啊、哦，查案追二四四九。 业绩比细格来的，为什么细格会会大啊？因为他接到 c p u 订单，结果你在一三，各位细格在怎么样？七十七块，好、啊，还有一档股票，各位你注意，公告出来业绩非常好，这个股票，智茂，公告出来业绩非常好。 好，所以我再讲一次。今天有一个会员打电话跟我讲，老师，光宝科出现三 K D 同时交叉，而且这一档股票接到怎么样？我跟你讲，各位，台大电路啊，您说他，o 同样现象，但是它台大电本利比比较高，你阶梯式震荡走高。好，各位投资人注意一下我，P 见点。 多 K D 没搞不来，所以我跟你讲哦，见顶一定会大涨，放心，不要怕，放心好，各位投资者，你安心，不用担心。好，再来一档股票，我跟你讲细格，各位哦，以前呵呵这个一篇说啊呢，细格是 C P O 呢，各位 C P O 呢？ 明星产品呢？那利荣往上，那你看一下，上前估计半年报零点五元，股价一期，各位六块七十六点。好，再来我跟你讲说细格屋啊，毛利，各位营业利益，各位，所以今天杀回来哦，太好了，有人一直想要 DJ。 等他杀回来，结果尾盘怎么样？有一笔当冲量冲出来，人家就怎么马上空手人就进场去承接那一笔当冲量杀出来，全部被有些人怎么样接走？所以这个低档有限。好，你再看一下，各位军区，你要注意。好，军区，好，再来我跟你讲光宝科。 将是台达电跟这一个怎么样茂联的翻版？各位，今天这我跟你讲说，电影工具最有问题，因为电影工具台大电、光宝都在做怎么样一条龙。那现在他确实做成功了，台大电上来的，所以下一次标股光宝科，我希望各位投的你光黄老师不会去害你们的。我就我所学。 我认真的研究，研究的心得，我告诉你，就像这一波，我从二四四一六跌下来，每个人都看得非常坏。我跟你讲说多少，二二零九四以下，你就好最坏会跌到怎么样，二一七九二到二一六一二，二一九，结果最低跌到怎么样，二一八八三。好，那我跟你讲说，第十三天会转折，那不会。 刚好低点出现在第十三，好，刚好在前天第十二天，昨天第十三天。那昨天我在解盘的时候，这个、时间跟你讲说今天会怎么样？开始上攻有没有？今天就涨怎么样？涨四百多点。各位，所以拉回来你注意一下哦，低估的股票形成，不 o 做 K D，哦，所以这个都是好股票，好 T V C，不吧？ 龙钢钨宝，大家讲钨宝、百合、正德，这个都是好股票啊，这个都不用怕、啊、哦。所以低本利比优质股，遍布各个产业，不是只有电子股，你可以自己去挑。譬如说有，有有些银建股业绩非常好，有些行业股业绩也非常好，然后有些怎么样，钢铁股了或者其他的啦，各个类股怎么样，低本利比你都可以注意。所以各位投资人注意啊，这一波。 低本利比股票最坏的低点已经出现了，将来没有再破低点了。那指数如果再破底，就是高本利比股票。所以高本利比，各位投资人，你一定要赶快去做调节，赶快去做调节。那高本利比调节完了之后，我我的观念不要买，拉回到怎么样？低本利比股票，你这样操作起来怎么样？你会比较心安，各位。 你想要买股票买的安心，抱得放心，赚得开心，请你带进来，加入我们的行列。今天跟投资朋友报告到这里，谢谢。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